虽然天鸽已经离开，但它对澳门造成的损害不是短时间可以恢复。今日澳门市面大致回复平静，虽然断树、垃圾、杂物仍然随处可见，但工作人员已经努力收拾，最起码水退了，风也都停了。风暴来袭，澳门的供水受到严重影响，虽然正逐渐恢复，但仍然有不少市民要去街上面拿水。小朋友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不知道那个局长怎么做，我以为说他无能无知无知识。你说我说什么叫天文大潮未知，什么叫气象又未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上班是做什么的，偷女人。澳门街开埠以来未试过咁样走去排队攞水嘅。而家有咁先进嘅城市，经过一个台风之后，居然仲要系我哋亲自落嚟拎水嘅，我觉得呢个设备系好有问题啦。即系琴日系基本上连999都打唔到，之后又冇电又冇水。电力供应寻日亦都曾经中断，今日已经逐步回复。不过目前仍有部分市民受到影响，澳电指已经24小时抢修紧，争取尽快恢复供电。特首崔世安亦都就风暴事件召开了记者会，在记者会上为风暴死者默哀，亦都就处理不足之处向广大市民表达歉意。气象局局长冯瑞权亦都已经向特首请辞。记者会上亦都宣布，澳门基金会将会向受灾居民提供总值13.5亿元嘅援助。而家澳门市面仍然比较混乱，大家出入记紧注意安全，亦都希望澳门人同心协力渡过今次难关。